在这里除了祝福他之外，也要祈勉他。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台湾人民大家共同的期待，能够过一个安居乐业的好日子。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兄弟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星期一我会继续回到市政府上班，农历年要到了，必须要抓紧高雄市的治安工作、物价的工作，还有各个观光风景区的环境工作等等，我要继续去执行我肩膀上的责任。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所有爱护我的好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为台湾加油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